的妈呀！本节目由钢枪钢不过落地就成盒的，找不着人呢。爱吃鸡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猪儿酱，带你见证吃鸡儿的一万种食法。看搁那呢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呀妈呀，这桥堵的太失败了。呀呀！快跑，快跑！这回得快跑，他也被打爆了一个。快跑！我的天哪，刚爆我俩台！快上楼！搁这埋伏，别进来，进来我直接打死你们啊！别进来，别进来！我的天哪，仨人，我的天哪，有人了，前头就有人啊，这肯定有人，看到没？玛莎拉蒂啊，玛莎拉蒂啊，吓哭他！吓哭他们，追我来了！哎呀，这波年轻人呐，追我来了！他玛莎拉蒂跑得快咋的？能追上我？我去，真能追上我！我的妈呀，这玛莎拉蒂咋的？变态呀！哎呦我的天哪，他这玛莎拉蒂变态呀，他能追上我，看着没？这玛莎拉蒂跑的的确是快呀，这破坏游戏平衡啊。空前的力量，你们搁那吹牛逼呢，这玛莎拉蒂还开得快。还狙击手，狙击手麦克副手，麦克遇着我他也蒙圈了。哎，来了，完了，你看这波傻叉，他打那个车，打我停了的车，看着没？是不是傻叉？知道我为啥把车停那了吧？哎呀，他们来的太突然了，知道？刚才我正好看那直播间的那个屏幕呢啊，又回来了。完了完了，他们又回来了你呢。我是猪玩酱，一个永远吃不到鸡儿的游戏玩家。